今天看什么？盘点最搞笑的电影桥段。武林中失传已久的一种练功秘法，把这些广告插在过往的车辆上。什么？多危险呐！根本不可能。小念。我吐法，你的吐法已经要改一个哦、我们觉得比较像他。哦、oh, shit OK 啦 OK 啦，我叫认证 producer 笑点 OK 啦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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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证认证笑点同样 level 同样 level 可以，我以为他不会死，我以为他站不起来死掉了。可以可以，我不可以笑，不可以笑，不可以笑，我们不要笑是吧？没有，不是不是很感动，就是不屌，我笑口头发被缠得不见了，我找谁的挨得了？我不相信！没有，我遇不到他会被车撞，我以为他真的粘完了，然后他被车撞不用紧，我以为他不会死，他死掉了。我以为他只是最后是啪那个玻璃，然后那个人就继续加样子。对，柠檬红茶，下面灌抹红茶。是的，什么？你懂什么意思吗？林波和我擦，你的老婆给我。是啦，我就看到为什么前一句是柠檬茶、啊，后面是他老婆给人。我get不到。开始乌龙茶，我莫开始乌龙茶。开始，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。梅子绿茶。没主力茶，没有我茶，关了关。先生，这里买单哦。我又没听到买单呢。你跟我爸长得超像的。你靠背啊！地锅亮哎，这个人。我接你老爹，我看他拎多工哎，放了他妈赢老爹。六罐一百二，有两点，在七八点就有奖品。在七八点。无啊，你请到这位耶，你叫啥物名？我叫小贺啦。你叫小贺。哈哈我不会附近话，不过我看那个字幕，啊、你看字幕，我觉得他跳到很快。看。来，我问你，你讲在七八点怎么样？七八一点啊，送什么奖品？草泥马。操我妈！干你老母！干干你老母！我平常我都爱怎么？操你妈！华界 video 的人讲一声，我会福建话，我会晓淡薄淡薄尔。啊，我会晓啊，什么？没什么事。又是几个两个月？就是可能最近你压力比较大，所以造成胃痉挛。夜痉挛。就夜精来，是你讲啥啦？那是讲你的胃酒精啊！哦，胃酒精就酒精，什么夜精来？去柜台验血、验尿、验大便。啊？哪来？你不知道是我，你别叫你鬼用电筒关起来。你是痛啥啦？叫我验血、验尿、验血、验尿，还勉强验下去，验大便怎样验得下去呀？叫你别吃菜了。冷静摸不咯，所以他的那个烟是叫他吃的意思、啊、他的字幕那个烟是吃的意思，就像吞下去的意思、哦、那个是烟。老婆，你怎么叫有造谣？你给他吹出来。哎呦，啊是好阿妹啦，好啊啦，乖，吃好啊啦。我要吃房间内底迄个一条龙，知哦？对，你看麦。一条龙。
饮白是要放假，这个饮料，你把你白用着放假。不好笑！给 producer 女子笑笑笑！僵尸叔叔，哇！暂停。我拿这个 moment 感激一下，可以给我看到僵尸叔叔这样 HD 的版本。可是真的很轻。哎，大爷，没有武器找他很危险的，我回去拿武器。走。师傅怎么办？佳乐，带他们到停尸房，里边安全一点。啊。哎，哎，给你的。那你呢？哎，我随便就行了。嗯，走啊！惨了！我觉得我不适合做这个洗礼手，我笑不出来，怎么办？是他就是拿小刀，然后拿一个大刀出来，为什么被笑？南州香菇。哦，很威啊，僵尸眼睛，哟，哇，哦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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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法宝之类的，祖师爷救命！哇，祖师爷上身了，不要惊动他，泄了气也没用啊。这是可爱的。尴尬癌发作。不完了。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是有笑点，只是我们笑点不在同一个 level。我笑点在九七年。我的笑点在九二年。只有 producer。后面的笑点是在九五年。哎，九。很尴尬。很尴尬呀。九三哦。OK。没有啊，我觉得这个则是。我再讲下去哦，我就一样尴尬。Goodbye!